来看这台北市的阳明总病院，今早起是大楼地下室的机房起火，请出一浓烟。消防人员是到现场抢救，病院嘛，甲人员疏散去安全的所在，无人员受伤。消防局是9:39接到消息，北营的这地下室起火，整修的面积差不多是两平方公尺。北营就表示讲，今仔是清洗这个排风管，有可能是因为木头伤过烧出现烟雾，院方是头一个时间就发现，就马上切断电源，拍火这呛烟的火源，还有排烟。好在在暂时火势是已经拍花，北营也配合这消防事故调查，对造成附近居民真烦恼，请。感谢真实的